阿东开跑车的日常，违停红线不在意。我想在跑车里，想要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，一切的一切都得靠你自己。抱歉，阿东开的不是法拉利，是更厉害的迈拉伦。爸妈想想，这是错误的行为。我非常难过，不知不觉距上次阿东非常难过已经过了五年了。他这期间呢，不是跟阿昏被偷拍，就是跟阿昏被偷拍，偶尔出席时尚活动赚赚零用钱。哥仔妹真的很想阿东呢，结果时就看到他要驾1380万的迈拉伦跑车，做了艺人最常被拍到的事。哔哔，违停红线。没多久阿东就走出来了，嘿，上车。不过呢，这迈拉伦开在东区的小巷内似乎不太好使啊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看到阿东停好车下车了，但大哥这里没有停车格内，你违停黄线哦。拿东西。是的，拿东西比违停黄线更重要。阿东离开前做个最后确认。车门有锁好。毕竟这1380万的车如果被偷了，还得翻到下一台该买什么。娱乐动新闻。我是非常努力的改正，绝对不会再犯任何违纪违法的事情。报道。